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水蛙浪人周贤周某人哈，在这边呢，跟各位做一个解释跟报告。就是现在呢，我比较少在做一些评论了，因为想一想哈，差不多了吧。评论太多的话，太啰嗦也不好。那这一阵子哦，有关一些对于历史的事件的评论，还有一些时事的评论，可能因为第一个，大家切入的角度不同；第二个，可能我收集的事证并不是非常的周全；第三个，因为由于我们是评论者嘛，好，上古圣人也难免会这样，一定有一些主观的臆测的成分在里面，好，特此禀告，如果您的意见跟我所讲的有所不同的话，好，也请不要介意，请多多包涵，海纳百川吧，哈，你就一笑置之，想说，哎，这个姓周的这个不成熟的看法，在这边敢发表，大概这样想就好了，啊，谢谢各位的合作。水蛙浪人周贤敬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